你拿一个把那个都撕掉，不是的，我把它上档，对换了，把那个，还说你拿这个去把那个装，这个都撕掉。
是对牛肉一起啊，还剩一点呢，我哪吃的？鱼香菇，垫不垫不了啊？我哪吃的？不是，我这个放着的，放着放着，放着。放了，可以啊。要不要看看？可以的，可以。我把那个搞个放上。哦，把它放一下就可以，放一个这个行吗？看这个，这个不行。可以吧？放一个切的就可以，切了两个好吃吗？把这个粘一下啊。哦，粘一下是不是？
这个好像有美术，好像也有教育美术的，你不能。陈月清是美术的，你不打还是有美术的哈？我要不知道，我要问问有美术的教育。我是想先穿那个。那个小 A 一号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打算没有啊，当然是没有，当然是没有这个的。我如果大陆要收件嘛，他都是自己里面，他有什么？没有，现在是这样子。样子呢？这个你也要拍啥样子的吧？墨西哥。哎，之前那个里面，那我们见过墨西哥的客户啊，好早，他也没有，他也没在这边。他们公司上的是政府，是吧？然后我看他体重就是我记得107箱，然后有123。这样的。我们把那个这个台阶号想办法，我来落实了。第一个司机，我问对方有没有？我问对方，我要把对方这边解决了。如果对方有，现在能不能问啊？现在问了。不是，我说给拖一边，因为他们其他嘛，他容易只要有一个裁判的裁判员进来。如果先这一个等一下问，然后两个大陆经理吗？有大陆经理。账号，问他每次他有没有？你得这样去接了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回到银行不由香港问下来，我就叫他去香港，方便嘛。意思说你要做两手同时交付，那个没有情况下。没有，他只能打大陆上去嘛。像这种。把这个先拿出来，这个放在银行，这个没用的，就是。我们暂时拿出来，好，把这个。就是三月份去的嘛，对，那个照相的那个机的，
你打年轻主体的，你知道吗？2015年10月。对啊，你要把这个打年轻，打美元做的，从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，那怎么看呢？只有两个人。是啊，每年都有的，那没事的嘛。不是这里怎么能争取战富呀？都是好的哈、啊。下面都是好的。